以作为今天大家一定要拿起相机拍摄。如果大家拍到这首 A， 就代表大家有支持有到场。然后再次邀请大家可以在脸书按赞分享今天的活动，然后并且你可以 hashtag 在台北十农三重奏的现场看到长玉姐姐，可以帮我 hashtag。如果大家 tag 我的粉专或者是在 Instagram 限动标注长玉姐姐的话呢，我都会分享哦。然后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《千本樱》。好，在这个之前，再次感谢一下主办的邀请以及主持人的安排，谢谢大家，送给大家《千本樱》的 Go。